历官书人李玉兰，自愿将长子陈岗生年九岁投入于占元门下为徒，学习梨园生计，延明十年为满，于其内所得银钱尽归于师傅所有，食宿衣履尽由于师傅负担，无故禁止回家，中途不准退学，倘有天灾病症各安天命，顽劣不服打死勿论。把母亲调降，调降。别哭。哎呀师兄啊，别这么大力啊，好疼啊。疼什么疼？冷死了。美国唐人街那边有人请我过去表演，我也想过去看看情形，那边的华侨很多，也许可以演出，你想不想过去？我不想离开我的学生，到人家的地方。你自己决定吧，假如唱累了就过来找我。哎，你说那谁呀、啊？就是你大包包那个，是不是粘着那张啊？哎，一定是哎，才不是呢，粘着怎么可以转啊？你叫小仙吗？嗯，你呢？我叫做朋友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做个小龙啊？你们看那儿，你看他们苦死了。回来！真棒。